好久不见了，还是那么疯啊，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有幻生那国际牌的老好人照顾，哪有不好的道理啊？哎，幻生呢？他在家里做准备，晚上给你接风啊。他老婆呢？嗯，跑了。啊？生下两个孩子跑了。幻生跟他太太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他老婆本来就被爸妈惯坏，再加上幻生野宠，就越来越不像话，成天就想当明星，坏啊，就坏在这儿。导演，妈啊，导演您请坐，爸爸，导演请坐呀，请坐。不不，我还招呼客人，您请，请坐。来，请导演抽烟啊。导演，嗯，我出去去。导演，制片。我们下部戏里那个角色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下部戏女主角一定是你。什么了不起，想当初我红的时候他还扎在哪儿呢？哼，好汉不敌当年勇。哎，不同啊，人家是自己出钱当主角，我们大伙儿靠他吃饭呢。有什么了不起，大不了我找个凯子也自己出钱嘛。没有用，你红的时候人家给你钱，你不红的时候你给人家钱也不行。你这就是电影。前些日子有个明星自己花钱花了将近250万拍了部片子，什么什么什么花什么名字不必管他了，光是宣传费花了150万。又找了个老凯子替他买了50000张票。算来算去呢，整部片子才卖了150万。站着我们制片的立场呢，这当然是赔钱了。可是观众他怎么知道赔钱呢？现在这个小姐已经是百万大明星了。小云，小云，都这么晚了，快去睡觉。会了，这次要导演多提拔。没。爸爸，为什么妈妈他们常常跳舞你都不跳呢？爸爸还有很多正经事要做，如果爸爸也去玩的话，你们吃饭读书那怎么办呢？啊，爸爸最棒。明儿早上还要上课，早点睡啊。嗯。爸爸good night。随便去啊，别客气，敬你杯酒。哎，谢谢谢谢。不要拉我。再见。慢走慢走慢走。再见啊。慢走。好走。慢走。再见啊。谢谢谢谢。我们走了。导演。导演，以后常来玩啊。导演，我们慧兰可拜托你了。是，没问题。谢谢啊。谢谢谢谢。慢走啊。哦，拜托你了，我们女儿啊。一定一定，没问题没问题。
哎，谢谢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哎，再见啊，哎，走了，王副导，再见啊，哎，慢走，慢走，再见啊，尤小姐，伯母，尤雅小姐，大伯您好，久仰久仰，谢谢你为我幕后代唱，哪里，啊，谢谢啊，再见，幕后代唱啊，再见啊，哎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哎，李成啊，我们到后边收拾收拾去吧，啊。你站在那干什么？阴阳怪气的。哼。这算是个什么样的家庭？你看看你都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朋友？什么样的朋友？都是我的导演、制片。怎么？你看不惯呢你？我辛辛苦苦的在外面转，你却到处贴钱当明星。你别忘了，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。你以为你长得漂亮，他们是看中了我赚的钱。你说什么？你赚来的钱？你什么时候开始赚了钱？你不要忘了，这栋房子还是我们家的呢。没有我爸爸，你有今天呢你。我李焕生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不必再提这件事。你是个中国女人，你应该做的是家庭主妇，不是电影明星。那就对不起了，我的兴趣就是当电影明星，我决定的事谁也改不了。如果你看不惯的话，离婚。就这样，他们夫妻失和了。那后来呢？有一天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妈妈走了，岳母，焕生，对不起你，都怪我们把他给宠坏了。岳母，这个事迟早会发生的。自从我只身来到这儿，岳父对我的提拔和您对我的爱护也够了，我能有今天就是您和岳父给我的。慧兰跟我的事你也不要抱歉难过，因为我心里早已经有了准备。慧兰在的情况下，我住在这儿是应当的，她现在走了，我想我应该离开。焕生，我是个男人，我觉得我应该自己出去闯闯，我不能总是在岳父的扶持下生活，我要用我的双手来闯我的事业和养育我的孩子。对对，焕生，有你这种女婿我感到很光荣，可是我担不起这个福来。我不再多说什么了，任何事情你觉得对的你就去做，即使我不是你的岳父了，可是我还是两个孩子的外公啊，好好干。就这样，焕生离开了岳父家，一个人出来打天下，两个孩子交给妹妹在抚养，亲自督导监工给你布置的。哦，焕生真会照顾别人，他自己怎么办呢？哎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公司有个女秘书跟他挺不错的。真的？哎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